究竟我会不会被撞回来呢？我看这个几率是相当的大，因为我还没有满等，好紧张啊！我重伤了，我重伤了！Oh my god！ 直接战败，哭了。BGM 一下，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个声音。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三国志战略版环节啦。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同盟的状况啊，就是一样是比较休闲一点，因为这一季比较少在打架，所以比较休闲一点。因为现在侠客军已经出来的关系啊，就陆续都有那个匪军的出现。那最多匪军的地方就是在江汉那边吧，现在地图上最多刀的地方。我们先来看看，就是江汉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哎呦，这里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手起刀落。这里就是这里这个盟在跟等等八点半要跟我们一起打友谊赛的最赤壁，打个你死我活，你来我往，好黑哦这。一片漆黑，欸，现在江汉真的好可怕哦！幸好我在西凉，在江汉压力好大，每天都在打架欸。感觉现在的匪都在江汉，目前都还没有出来欸。因为现在全部的刀全部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西凉非常的安全。然后我们在西凉目前我也是没有看到，就是有侠客军的出现。我们在一个非常适合养老的地方，知道吗？但是我跟你说，在江汉跟侠客军打的人也是在西凉的盟哦。其实除了我之外，然后大家还是跟上一季一样，就是如果在打架的话，其实每天起床完全都长得不一样了。这个就是战争啊。就以上刚刚是近期的伺服器现况吧，就帮大家补充一下。那前面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胜负是以这个君越台这边来定夺，就在我们刚刚在看那个君越台同时呢，最赤壁的人们呢已经冲往码头的部分了，真的是战况激烈，不愧是打架盟啊！来了，我等一下出动，嘿嘿，我觉得我等一下会数掉。我们这边战况相当的激烈，人很多，这边达到了39队，这里非常多的队伍，一时之间突然就算不出来啊。我们这次要感谢我们这个最赤壁呢，来跟我们打了这场友谊赛，非常的精彩。好了，我要上了。我住手。来，我们这里，我本人君主的部分，究竟我会不会被撞回来呢？我看这个几率是相当的大，因为我还没有满等，好紧张啊！我重伤了，我重伤了！Oh my god！ 直接战败，哭了。武城对方的兵力是一波一波的上来，觉得实在是太牛皮了。来这里，我们这里也是兵力一波一波的调动到前线，做一个防守的部分。哎，我的周瑜还能起舞吗？他还可以，他还能。等一下，他还能，我还能走到这，我还能。还有13000。哎，我去了，我扛住了压力，大概2秒钟，我又回家了。啊！什么？君越台 ？OK， 君越台已经消失了。这场友谊赛已经达到了一个据点了。感谢最赤壁的大家跟我们打友谊赛，感谢今天大家支援我的三国环节，还有谢谢最赤壁跟我们打友谊赛。然后大家应该也玩得很开心吧？感谢各位啦！交锋之中来抽个一单吧，友谊赛之抽卡环节第一抽，呵，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留言让我知道哦。